好人缘有一套，张克凡、王彩华借钱不着燃，三万元以内免还。可是如果他三万块还给我的话，我们就会很久的朋友。我常常身边有这些人要付房租，不然那个付小孩子的学费。讲到这个，我又觉得好可惜。那你车子愿意给我吗？叫王中平给我。